这买卖划算，只是这风险太大了，他们所犯的案子影响极大，上至州府都在过问，更何况我已经把剿匪大胜的消息给报上去了，这件事要是做不好，那是会掉脑袋的。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黄宗昌是个亡命之徒，性命全记在这些金子上，怕是难拷问出来。他要求先放同伙，再由他带领我们前去拿金子，一手放人，一手交钱，没机会下手。那依你的意思是？大人，我的意思是，捕快胡殿元办案得力，力擒匪首，功勋卓著，自今日起擢升捕头之职。谢大人。大人，大人帮我们出来，这是冤枉的呀，啊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谁在这里换呢？把头都给我抬起来。花伞带走。官爷饶命啊，大人，饶命，没做错的事啊。官爷饶命啊。大人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杀人劫财案三案并查，凶犯已全部擒获，证据确凿，请大人定夺。尔等杀人越货，恶行滔天，可知罪？既然知罪，让他们换押。